晴宝，我晴宝爸爸。今天呢，我和我的爸爸好心来看我的妈妈，但是呢，我的爸爸却被我的妈妈给训了一顿。为啥训？你给大家说一下。也不算训吧，也就是说。对。给大家讲一下哈，就是妈妈在月子中心嘛，这几天都是爸爸在给我拍视频。爸爸在给我拍视频，用的照样是他的手机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我爸给我拍出来那种视频效果，就是拍的非常丑，给我拍的非常丑。我长得也没有多好看是吧？但是也不至于我爸给我拍的那么丑吧？很丑吗？我都没感觉到有点丑啊。我这两天看了一下视频，我都恼火了。我女儿长那么丑吗？爸爸拍的。所以呢，妈妈才给爸爸训了一顿。对，然后等会儿带你们来看一下效果哈。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为的？大家看完视频应该就能得到答案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两个现在都把你们俩需要拿来对比的照片找出来哈。嗯。然后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我说的这种情况，看我到底有没有冤枉爸爸，行不行？没有。来吧。冤枉。来。这两张都是笑着的，你们俩看，这两张都是笑着的哈。这是妈妈拍的，对，这是爸爸拍的。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的5000的手机，这是爸爸10000多的手机，你们看一下，我觉得哪个好看？我觉得我拍的，再换一张，一张说明不了问题，再换一张。好嘞，你看这张，看多好看啊！来，随便拿一张，这张就可以吧，随便。这张吧。你们看一下哈，这一张，你看脸部的形状，看我有没有冤枉他哈？看，我跟你说，随便我拿一张哈，你看。看这两张，明显一样吗？一样。哎呦，你看看，来，再划了一张。这个没了。这个没往后翻。你看，秦宝，你看。看看，你看这两张，我真的，我有时候我都不忍直视他拍的。对。我觉得拍的可好看了。你看，这同样是坐在桌前的，你再拍一张你在桌前的，有没有？坐在桌前的。没有了。有吗？他那个有一个做那个黑色手杖那个不都是？手杖。对，你们俩看一下。那个找不到。这是一个人吗？一个人，哎呀，我都不想说，我跟你说，他现在还是嘴硬。你让你看我拍了，我之前拍了，你看这是秦宝上拍的多好看，这我拍了。这是你用的另外一个手机拍的，好吧？你不是现在的手机拍的。用的那个11。对，那个11拍的。我也想不起来了。现在已经对比完了，刚开始还觉得我爸有点冤枉哈，但是一比较，确实是这样呀。我爸10000多的手机确实比不过我妈5000多的手机，对吧？他那手机仨摄像头，我跟你说，仨摄像头了。我妈才一个。对，三个摄像头怎么了？我的才5000多。对。大家有没有这样认为？我有没有冤枉他？你们说吧。冤枉了。视频下面告诉我们哈。你们一定要替我申冤哈。没有人会这样说的，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对不对，宝宝？对。哎呀，算了吧，以后看来还是我来为你拍视频吧。爸爸是在你拍的有点那么一点点丑，怎么样？哎，那对呀，那还得要爸爸，让我不在家，那还得需要他。也是哈。哎呀，大家就这样将就吧。大家一看，然后那个难看的就是爸爸拍的，好看就是妈妈拍的。对，那好吧，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吧，拜拜。